2023年度关键词是什么？关键词应该是，积极，积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觉得在2023年是一个比较忙碌的一年，然后我会拍了很多我没有拍了没有接触过以前没有拍过的戏，然后对我来说是经验上面的积累吧。最近一次感到幸福和快乐是在什么时候？我觉得是出差几天，然后回到家，然后我的狗就会跑过来迎接我，就特别的幸福。大喜是I人还是E人呢？我是I人，纯I人。真的吗？是非常I。爱人就是比较喜欢独处，然后人多的情况下呢就会有点紧张害怕。对，其实我超过3个人以上我就有点紧张了，现在300个吧。对，金晨老年人专属表情包，龙年祝你龙马精神上线。龙马精神龙马精神